陆老师加油！陆老师加油！我挺你啊！！陆老师number one！老师，我看好你哦，要加油哦，配合你哦。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，人气儿挺高啊。公开课怎么就给我投了个第一名啊？我可不去啊。好事儿啊，说明学生和老师对你认可啊。我不需要被认可啊，您啊趁时间来得及，您赶紧换个人。不能换人。对，不能换。你不上课您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卢老师，您的第一名是我们大家一票一票投上去的，您不能辜负我们啊。对，还有这都已经确定的事儿，就不能换了。那换人就属于作弊，没人师表，不能这样。你们是没上过公开课，不知道往那儿一站一个多小时，我这腰受不了。我给您买护腰啊。我紧张啊！我一紧张，我说不出话来啊。哎呀，你都躺平认潮了，紧张什么呀？会的。哎呀，你怂了就是怂了，还不承认，多大岁数了还找借口？我承认我就是怂了，好吧，我怕丢脸。校长，我没多少脸可丢了，您给我留一点，您换个别的人。卢老师，你有什么可怂的？你是我见过上物理课上的最好的老师。哎呀，那是你没见过世面，一般的张老师就很不错，去年省里还给他评了个先进教师呢，业务能力强，长得又帅，多合适啊。校长，有这人吗？张老师是很优秀，但是他投票远低于你，资格不够。对啊，哎，够资格的是你，该去的也是你。我不该去，我怕，我不是害怕，我是着急，我也不着急，我就怕我一紧张啊，我把哪个知识点讲错了，我这不把来听课的孩子全给耽误了吗？鲁成人，讲得好讲得不好，只是一堂公开课而已，孩子们不会那么容易被耽误的。只要你过了自己心里这一关，这课就不难讲。来，回去好好准备。你们也回去上课吧。谢谢校长。谢谢校长。卢老师这样能行吗？哎，放心，交给我吧。哎，校长再见啊。校长再见。我知道你对公开课有阴影，不过没关系，有我在，保你成功。你看，这就说明了什么？
气氛组的重要性。你也得安排一个像我一样的给你捧场。好了，小雨，坐下吧。说重点。为了能让学生们信服，让领导们满意，你需要准备一些高深的物理知识。我给你整理好了，请看。比如说，泊松公式证明费马原理，普朗克常数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关系，双缝干涉实验演示波粒二象征，还有啊，停！你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太高深了，大家根本听不懂。你以为你们物理课本上那些什么曲线运动、欧姆定律，你们就弄明白了吗？我跟你讲，高中物理跟这些比就不值一提。但是，公开课要求必须讲教材内容。嗯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嗯，讲课要像演讲一样，内容。其次，重要的是气势。哎，没错，重要的是气势。我给你看一位你值得学习的偶像。大家都知道，人陈必达。哎，对，就看他。生物科技你看，必达生物成立了。你看嘛。而这十年为全球。你看他说的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毫无道理。但是他这个自以为是、自命不凡的样子，好像发现了什么宇宙真理一样。那就是真理。尤其是我们，你就学他，学他是对的。就这个样，看看。行，你看他这个。罗老师，站起来。